众睹须有戒叹佛，所有的人看见了这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变化，那么大的伞盖把三千大千世界都在里面，甚至佛国净土，佛在说法，甚至于所有的龙宫、诸天、甘达伯、夜叉，世间所有一切通通都神通变化。大众那时候啊，参加这个法会的大众看到这个这么稀有的事情，每一个人都赞叹，未曾有，从来没有这种事情，戒叹佛，通通非常的赞叹释迦牟尼佛。这个宝积菩萨现在七首三界尊啊，七首三界尊 KCU 三界尊，就是向着释迦牟尼佛顶礼的头面顶礼释迦牟尼佛。三界尊的意思是说，这三界，这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最大的尊者